我现在在录像，爸爸。你在这个光把你照得好美哦，有这么吗？现在幼儿园应该还是开门的，妈妈。我要拍你芝芝，芝芝，你可以来一下，我可以。是我唯一能讲出来的东西，你其他的我都讲不出来。首先玻璃比较，首先四面墙都是玻璃的，就从四周来是这样的一个点，哦，我都忘了。看我们宝宝们在这儿。spoil 了给我。Oh my god！ 姐是猜出来了还是姐在 ？OK， 我是想让你猜，结果他把答案。OK， 那我们琴呢？你怎么带我们走了琴呢？我不知道琴。你刚刚应该问姐的。花的哦，镜花水月。对，我觉得我都有点不敢去，大家都敢想。你非常想，你进去的时候只能会有那个。Art and method. OK， 我们随便翻译。哎呀，我觉得非常有礼貌，有礼貌的同时又保持了你自己的这种 ego。早上七点，我们已经来吃扬州早茶了。我们已经来的算晚了，人家都要五点多钟。为我们念。来，我们来打八段锦。没有像昨天套卡的那一瞬间。昨天有点搞笑了。昨天应该被录下来。这不就是北京的白塔？大小飞，你在哪儿啊？这是什么？风雅颂。哎呀！我看到一个小小的人在往这儿走，然后我说：“这是我导吗？”我人去大唐 check in， let's go。导，我跟你说，我可能只录了后半部， let's go。那受骗日记，跟你讲，不是25B的阴谋，不是不是，就这个地方让我没有感觉它有一场演唱会在发生。觉得这个地方总有吗？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。你来，这回让我们再远远的拍拍这个麦当劳，黄油锅点，极限曲调。我现在真的是。好，第二的抓紧时间。王姐，好，你给我。
要拍，我都不知道我拍了他啥。不要帅。可以，你们这身高差去排队。哇，还有我的名字。哇，这怎么还有哈利波特的主题。我最多就是说一分半了，好吗？就是有点太严肃了，笑一笑，现在就很好。花絮，看，哎呀，这个人真的是有镜头感，我镜头一拿上来，他就要。好美呀、啊！你的新娘现在不见了，你心情是怎么样的？非常的忐忑、紧张啊！How are you? I love you. To be husband and wife.Yeah!